下面我介绍的是肘法，肘，啊，手臂屈，肘，啊，在散手比赛中啊，这个肘是不让使用的，啊，不让使用的。但是咱们今天讲，在竞技中，啊，散打可以分两种形式，一种是比赛中的，啊，谁属于比赛的散打。 啊，它限制肘和膝，啊，但是呢，它可以在竞技中使用，可以在竞技中使用，啊，两个人在外头或者在哪儿遇到特殊情况了，可以使用。比赛上不可以使用。咱们中国武术肘法很多，膝法也很多，在散打比赛中啊，因为竞赛规则啊，他们已经限定了肘和膝不让使用。但是今天咱们这，咱们要讲一讲肘。 肘的使用方法，啊，今天我要讲的肘，第一个是摆肘，摆肘啊，摆肘是近距离的一种打法，它跟拳法不一样，拳法是中距离。 肘是近距离，是两个人靠在一起使用的技击方法。它主要是用肘部，你们摸一下肘自己的肘啊，这肘部啊特别硬，啊，它就是一块骨头，啊，当他击打了对方的面部时，给对方造成了巨大的伤，啊，巨大的伤啊。下面。 我把这肘法啊，再给大家演示两遍啊。好，向我进攻。 看一下啊，当对方用直拳向我打击的时候啊，我迅速的把对方的拳啊拨开啊，这时候对方啊距离于我怎么样是特别近了吧，是吧？近的时候我把肘抬起啊，正好击打对方啊，摆拳一样，跟摆拳一样，咱们是摆肘啊，打击对方的太阳穴或者是下颚啊，击打他啊，击打他。 啊，击打他啊！哎，好啊，再来啊！再一个方法，可以当对方用直拳击打我面部时啊，我面部时啊，我可以啊，闪身击打啊，闪身击打打啊！啊，这边。 把对方的拳让开啊！当对方用直拳打我的时候，啊，我用闪身啊，闪身让开啊，让开，然后用我的右手啊夹住对方打来的手臂啊夹住，把我的左肘抬起击打对方的太阳穴部啊！再来看。 再一种方法，摆肘的应用啊，两个人近战的时候，身体贴在一起的时候，也可以使用摆肘，啊，打，啊，再来，嘿，啊，挺大啊，看一下，两个人在一起搂抱的时候。 转过来，啊，两个人，比如说实战中，两个人搂抱在一起的时候，也可以使用肘法啊。转过来，从这边开始啊，搂在一起啊，闪身也可以打肘啊，这是肘法啊，不好防啊。
因为它比较离两个人身体比较接触比较近，啊，没等你防守的时候，肘已经起来了，啊，它不像拳，拳我可以防，也可以格挡，肘在一起的时候不好防啊。再看一下啊，它是近距离两个人贴在身体使用的一种技法，啊，再来。 啊，再来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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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来。 下面我介绍一下调肘。什么叫调肘呢？我的手臂由下向上跳击，这叫调肘。啊，左挑，右挑，左挑，右挑。 左挑，右挑，左挑，右挑，啊，这个挑肘啊，记住啊，在做动作的时候有蹬地啊，左腕提挺啊，往上挺，挑起来啊，它主要是挑击对方下颚处，啊，尤其两个人在近战的时候啊，搂抱着一起的时候，我可以挑击对方的下颚，啊。 哎，挑击下颚，啊，挑击对方的下颚。来看一下啊，啊，嘿，嘿，嘿，啊，左手啊，咱们以左势为例，左手在挑的时候啊，力量没有右手大，啊。 记住啊，就是打拳也是一样，啊，我左是这个拳，左拳没有右拳大，肘也是一样道理啊，肘啊，挑的时候，啊，他可以做左肘在挑击的时候啊，可以做佯攻，啊，可以做佯攻，啊，诱惑对方，诱惑对方，或者是引诱对方，主要重击呀、啊、还是在右肘啊，嘿，啊。 或者近战的时候，啊，搂着一起啊，右肘。他因为有什么呢？有个蹬地转腰啊，挑肩这个动作，所以他力量比较大。好，下面我跟学生俩做一下示范。嘿，嘿，啊，记住啊，肘法练习的时候它很危险，啊，因为它是近距离啊，两个人在实战中的时候，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。他因为他不像拳好收，他不好收啊，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啊，当对方向我打的时候稍大一点，稍微掌握不好，很容易把对方击打住，尤其是练习的时候。 啊，练习的时候两个对练的时候，记住啊，手要慢一些，啊，但是真正用的时候你就不要考虑那些了。我怎么把它打倒，怎么用，啊，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。当对方打过来，哎，啊，如果近身我把对方靠住，我这一肘这一挑肘，肯定能打上，没打不上的，他控制不住啊，控制住他的时候他脱离不开，啊，你脱啊脱开，往回脱，哎。 啊，一挑就好挑着了，啊，所以呢，这练习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啊，注意对方的安全。来，再来。
啊，再一个近身，两个人近身的时候啊，两个人搂抱在一起的时候，看不着？哎哎，走，哎，挑啊，再来这边，啊挑啊，对方两个人缠抱在一起，我挣脱开一个挑，从底下啊，从他的胸部啊往上挑，啊挑击对方啊，挑击对方。 好，下面我进攻，啊，你练习。挑挑啊，你那是摆肘了，横向是摆肘，由下向上挑，啊，这是挑肘，啊，由侧面横向的击打，这是摆肘啊，把这个动作啊，这个要领啊，一定要记住啊。好，哎，又是摆肘啊，注意慢一点啊，不要紧啊，哎哎。 哎，对了，哎，哎，好，哎，慢一点，不要紧啊，哎，好，哎，好，啊，习惯了，用的时候熟练了就好，因为咱们呢，不经常练习肘法，散打现在比赛中它限制你的肘法啊使用，所以咱们在散打练习中啊。 这个肘法练习是比较少的，啊，所以呢，希望啊，回去之后啊，尤其在外面练习者啊，回去之后多练习一下肘法，肘法啊，在实战中是特别好使，特别有用的啊。再来看啊，哎，好，哎，再来啊，哎，好啊，哎，慢慢就知道怎么用了啊。它力点在哪儿啊？知道吗？肘的力点在什么地方？肘尖儿，这肘尖儿啊。 这肘尖可了不得呀，啊，这都是骨头，啊，碰哪哪伤，啊，它碰着哪哪伤，啊，好，转这方向再转一下，挑啊，好，哎，好，哎，好，记住啊，肘法这个动作是非常讨厌的，啊。 他近距离啊，你要是跟我摔缠在一起摔的时候，我不如就用肘了啊，不如就用肘啊，我给你摔什么呢？啊，缠在一起趴下了给你打了，因为我打不了拳呢，我拳不好打你了，我只用什么呢？做肘，一肘下去，对方肯定受伤啊，肯定受伤。再来两遍啊，哎，哦，挑高一点，往上挑，哎，挑高一点啊，往上这肘啊，用力蹬地，走出这个动作来啊。 哎，这才有力啊！哦，哎，哎，哎，上挑啊，力量大一点，哎，哎，哎，好，哎，哎，往上贴，往上贴着走，啊，往上贴着，不要拉开距离啊，往上贴着我啊，哦，哎，好，再来，哎，好，再来一个啊。 转肘啊，是身体向后扭转，啊，横向击打的一种肘法，啊，当对方用直拳向我打击时，我把对方的拳拨开，然后右腿上步，啊，向后转体横打，啊，左边啊可以倒插步，上步向后转体不打。 啊，再看一下啊，对方向我直拳打来，转肘，啊，身体向后撤步，
转肘，啊，都是横向打击的。它主要打击在哪儿呢？主要打击对方的太阳穴头部的两侧，啊，力点发在哪儿呢？也是发在这肘尖儿，两个肘尖儿。速度要快，力点要狠，啊，转体上步要急，啊，转体上步要急，啊，下面再做两遍啊。 转身，啊，比如说转肘，啊，当对方向我打击时，我闪过，啊，对方正面向我进行的直拳或者正踹，躲闪，闪过来上步，正好对方啊站在我后边啊，我可以用我的肘部横向的向后啊打击对方头部啊。好，下面我跟学生做一下示范。 左直拳啊，啊啊！当对方用直拳向我打击啊，我用我的右手横向的拍击对方打来的直拳，然后我的右脚上步啊贴近对方啊，你要不上步，我坐着肘打不着对方，主要是近身近距离的打击啊啊！ 对方向我打过来，拨开，啊，上步，上到对方的脚后，啊，我的右脚上到对方的左脚的后面，离对方是不是近了？是吧？把这手拨开，推开，然后用我的肘向后，啊，向后打击对方的下颚或者是迎面。啊，再来一次啊，摆肘啊。 啊，记住啊，打击的时候啊，肩要顺，啊，肘啊，要充分的用肘尖儿，啊，把这个肘尖的力量充分的发出去，啊，再来，啊啊，好，那边打啊，这边再打啊啊，好，转身啊，转身，后摆肘啊，看一下啊，走。 那边啊，这回你用的是这边拳打吧啊，也是这个啊，好，好，开始，啊，这边的肘法啊，主要是打击对方的后头，啊，哎，对方直拳打过来，拨开走了，这回我不用这个右肘击打对方了啊，我用我的左肘上步转身，转到哪儿呢？转到对方的身后，然后用我的肘啊打击。 对方的后头，啊，人的后头啊，是在人那个，这是最薄弱的地方啊，最薄弱的地方啊，来，开始，啊，再来一次啊，嘿，啊，再来一次，嘿，啊，好。 这边再来上步啊，来，嘿，啊，再来，嘿，啊，这个肘啊，记住打击的时候，我也可以打击对方的胸，啊，也可以打对方的脸，啊，为啥要求上步时候要站在对方的后腿处呢？这我就敢做动作了啊，如果我要打击对方，这对方肯定是要容易受伤。 啊，因为咱们是训练嘛，啊，我如果上去啊，拨开打，啊，用我的肘顶击对方啊，顶击对方的胸部，啊，对方就很容易，很可能摔倒啊，好啊，好，开始，嘿，啊，顶对方的胸部，啊，但是呢，练习的时候可以这么练习，真正实用的时候啊，实战的时候啊。 我必须打对方的脸部，我要不打对方的脸部啊，不能给对方以重创，啊，对方肯定还得向我还击，所以嘛，我要一招制敌，
用的时候就一招制倒他啊，哎，对方向我打来，我一招打他后头，给他打倒在地啊。因为泰拳呢是非常重视肘法的啊，非常重视肘法的，在泰拳比赛中他肘和膝是也是非常厉害的，所以呢咱们这节课是着重介绍一下肘法啊，肘法的威力。因为咱们中国武术肘法啊是很多的啊，很多的不照泰国拳差，为了以后迎接啊跟泰国拳的比赛，所以呢咱们在散打中啊介绍肘法是很必要的啊。再来一次啊，哎，走，嘿，好，再来，嘿啊，哎，嘿啊，好，下面介绍肘法中的闸肘。什么叫闸肘呢？是由下由上往下闸击啊，用肘部闸击对方头部或者是背部的一种肘法。就是当对方啊潜身抱我腿或者搂我腰的时候，我采用的一种肘法啊。对方来了啊，要抱我腿啊，我一闪，哎，往下一闸啊，呵，闸啊，用我的肘尖由上向下垂直的扎击对方，可以扎哪儿？一可以扎头部，二可以扎他后背，啊，这是两个方法扎击的地方啊，两个扎击的地方啊。下面侧面坐一下啊，哎，扎击的时候啊，手半握拳啊，半握拳啊，身体重心呢、啊、突然下降啊，随着身体呢两腿弯曲，身体重心下降的力量啊，带动肘啊，带动我的手臂啊，最后力达肘尖下闸，哎啊，这力量大。如果你用肘本身闸，它力量不大啊。再看一下啊，哎，好，下面我跟学生做一下示范。当对方啊上步潜身抱我腿的时候啊，来做一下抱腿啊，潜身抱腿要摔我的时候啊，我把我的肘啊右肘抬起啊，扎击对方后背啊，身体重心呢、啊、随着我的重心往下下啊，同时我的手啊按住对方的肩或者脖也可以，用我的右臂屈肘扎击对方啊，哎，他就倒了啊，哎，他就倒了啊。如果对方呢啊上步抱我左腿，来抱一下，正好啊他的头部后头在哪儿呢？在我左肘的击打范围之内啊，抱腿之后我疼疼，这一下对方就受不了啊。咱们练习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，练习的时候注意，来开始，嘿啊，这要是说啊咱们不敢碰啊，这要碰肯定要受伤啊，这个肘是特别厌恶的啊。现在我要是抱我腿，我稍微的，来你看抱我腿啊，我用我的肘稍微的打击对方的后头，他马上就得昏了过去啊，马上就要昏过去啊。来，好，嘿啊，再可以扎击对方哪儿呢？啊，对方潜身抱我腿啊，我不跟他缠了，我也不跟他摔，这多消耗体力啊，这一个肘多好使啊啊，扎的头部，再可以扎的颈部啊，后头后脖子啊，后脖子啊，一下就倒地啊，一下就倒地，稍微一动就倒地了啊。哎，再来这边，哎啊，这个我敢用力啊，要我别的啊
我不敢用力啊，你再抱住啊，注意啊，看不看着？抱我腿，后给我靠近的时候，我用我的肘击打啊，两腿重心，身体重心下移，哎，啊，他就不倒也得倒啊，不倒也得倒了，倒下啊，这是闸肘啊，这是闸肘，好，开始。哎，当对方啊抱着我的腿时。 啊，我可以用我的手摁压对方，啊，如果对方的背不高，我扎不了的球怎么办？是不是？他的头在我这儿呢，脖子在我这儿呢，我只有用我的手下压他，啊，下压他，把对方啊上提啊，让他俯啊平伏啊平卧在地啊，让他身体啊前倾，迫使对方的身体前倾啊，看不着？对方抱我腿，再抱抱我腿啊。 抱我腿，我怎么办？我这个肘可以扎击对方了，这很容易就扎击对方了啊！但是呢，我用这边手不能扎啊，只有什么办法呢？翻腕把我这个左手的腕翻起来，你看不着？压住对方的颈部，后颈部啊，然后用力下压，这时候扎啊，扎哪儿？扎他的腰部啊，他的腰部啊，他的腰部，哎，再起来，再转一下，看不着？哎。 好，开始。哎，这个可以打啊！我的左肘可以击打对方的头部、后头啊！我也可以用我的手掌掐握住对方的颈部后方，然后用力下压啊！这时候他的背啊、后背全展现给我了啊！这多好啊！啊，这是一块啊，多好的进攻的部位啊！ 啊，然后我用我的右手提起，啊，屈肘，用力由上下压，猛烈狠劲，用力的扎击啊！嗨，啊，对方啊，他不死也得伤，啊，不死也伤。好，再来一遍啊！嗨，啊，再来一遍啊！嗨，嗯。 下面介绍一下散打中的洗法，洗啊，正钉洗。这个洗法也是个短距离啊、近距离的一种击法。这在什么上使用呢？ 两个人靠近在一起，啊，贴在一起，才能把这洗这个威力发挥出来。如果对方距离远，啊，只能用全这个距离够到，啊，你用洗就没用了啊。对方走了，啊，只有两个人在搂抱在一起，抱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使用洗啊，使用我的洗才是最有效的，啊。下面做一下正钉洗啊。 做顶洗的时候啊，要求大腿啊摆动腿提起来啊折叠啊由下向上上前方顶啊，不要往上去，不要往上去啊，有一个展胯啊顺胯啊展胯往前展胯的一个动作啊，啊展胯动作啊，哎哎这样才有威力啊，这样才有威力。 啊，这个洗啊，再往前顶动的时候，它的力点打在哪儿呢？打在肘的肘尖儿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膝盖啊，这个地方是很硬的啊，特别是泰国拳啊，它特别讲究用肘和用洗啊。有的人可能看过泰国的比赛嘛，泰国拳比赛的话，它肘和洗是在泰国拳比赛中。 杀伤力占40%到50%的，所以呢，在比赛中啊，泰拳手在使用洗法的时候，啊，尤其咱们看电影也好看录像也好，泰国拳在比赛中受击洗法和肘法击昏击倒击伤甚至击死的，这不是很多见，啊。
所以呢，我们国家呀，在散打中限制了肘法和膝法，为了保护运动员的生命安全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咱们散打中限制和肘法和膝法。但是呢，我们为了以后挑战泰国拳啊，要掌握泰国拳的膝法和手法啊和肘法啊，我们都得掌握它，而且要能熟练它啊。为了跟世界拳法接轨，我们今天在这里着重的介绍一下膝法的应用啊，膝法的应用。所以呢，对初学者、对学习者来说，学习肘法和膝法是非常重要的啊。看啊，顶膝啊，顶啊，顶击对方的裆部，这是一个位置，裆部，也可以顶击对方的腹部、胸部，以至啊头部、下颚啊。如果两个人实战的时候搂抱一起了，我把对方的头哎往下裸，可以用膝高提膝啊，高提膝顶对方啊。哎，看不看着啊？下面我再做两遍啊，顶膝，左顶膝，右顶膝啊。哎，顶啊，顶啊，右顶膝它是比较有力的啊，因为它有个上步的过程，它的距离啊拉大了，它距离拉大的时候它力量就大啊。左顶膝呢，它原地起膝，它力量要比左膝要小啊。看一下啊，哎，顶啊，当对方向我扑过来啊，要抓我要摔我的时候怎么办啊？哎，顶膝啊，顶击对方啊。如果对方正面向我扑过来啊，我为了加大我膝部的威力，我怎么办？来了之后扑过来啊，嘿啊，顶击对方的裆部、腹部以及胸部或者是下颚，这很容易把对方一下子置于死地啊。所以呢，咱们练习的时候也好，或者训练的时候好，这个膝法在练习中啊啊，主要掌握这个动作要领就行了啊，慢用啊。练习慢的时候啊，两个人对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哎，好啊，嘿嘿嘿啊。好，下面我跟学生做一下示范。上来抱我啊，啊，这边啊，当对方啊用直拳击打我时啊，我可以闪身啊，闪身，对方击打我面部，我闪身过去躲过对方打来的直拳啊，然后啊用我的手，两手啊，两手从对方击打拳的手臂下方插过啊，抱住对方的后背，然后用我的后腿，也就是右膝啊，正面由下向上提膝，顶击对方的裆部或者腹部啊。哎，再慢动作做一个。哎，一打拳，哎，这会儿我闪过来打拳啊，你打，闪，闪到对方右侧方了啊，然后看不着，我的后腿，也是我的右腿啊，这幅度大不大啊？这力量起来之后，这力量很了不得啊，非常大啊，看不着，起膝顶，啊。这一下对方就可以说倒地了，他比那些腿法踹击啊，比那些拳法打击力度都要大啊，都要大。来，再来一次啊，这边啊，这好，你再来这边啊，这边啊，再来啊，哎，好，换一个方向，啊，好，再来，嘿，啊，再来，嘿，嘿，啊，啊，
也可以主动进攻，啊，对方不向我进攻的时候，我不躲闪，我也可以向对方进攻，啊，两个人距离近的话，我也可以向对方进攻，啊，哎，走动，哎，哎，用步伐移动是吧？啊，也可以进攻，啊，也可以进攻，啊，啊，也可以主动进攻，也可以防守反击进攻对方，啊，你看主动进攻，啊，哎，走，走，上去了啊，注意看啊。 啊，顶顶，啊，主动进攻，防守，对方向我打过来，哎，我防守，反击进攻，啊，哎，主要顶对方的裆部、腹部、胸部，啊，再来慢一下啊，哎，拨开，走，啊，看不着，再打，拨，用右手下拨，啊，用我的左手啊。 左手往外侧拨啊，用我的右手上部裸着对方的手啊，我裸着对方的脖子啊，脖子往回裸，走啊，哎，屈膝顶对方啊，屈膝顶对方啊，好，再来一次，慢一下动作啊，好，哎，走啊，哎，嘿，嘿。 嘿，好，这边，来，你练习一下，啊，好，坐这边，哎，好，好，啊，顶起的时候，记住啊，这个膝啊，不要用上朝下这么顶，哎，往前冲，往前冲。 哎哎，对，往前冲，再来，走，哎，往前，再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哎，它有个什么动作呢？嘿，嘿，啊，有这个力度啊，哎，不要上下这么事的啊，不要上下的提起，啊，往前走，这力量往前走，啊，再来，开始，走，哎，好，哎，好，再来，好，慢一些。 动作啊，主要是动作规范啊，一下是一下，不要着急求成啊！哎，哎，好，哎，对，啊，嗯，啊，啊，好，再来，好，好，再一点啊！记住啊，两个人啊。 在一起搂抱的时候，近身搂抱的时候，啊，我也可以怎么办呢？我也可以用这种方法，起，啊，哈，两个人缠抱在一起怎么办？嘿，一起啊，一起啊，来坐一下，你坐，哎，好，哎，走，好，来，哎，好，啊，来，好，近越近啊，越近越好啊，看一下啊。 越近越好啊！不要这么距离这么老远。如果这么远的话，我也可以防守了。来，再来，走，哎，哎，再来，哎，那边啊，嘿，哦，哎，那边，嘿，好，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走，哎，好，我这就不好防守了。越近越不好防守，哎，好嘞，哎，好，啊，注意啊。 这个要点呢，动作要点一定体会到什么呢？蹬，我比如说我用右腿做往前顶起动作时，啊，我的左腿有个往前上方蹬地的动作啊，然后腿抬起来，有个往前送胯的动作，这要体会的时候做出来啊。来，你原地坐一下，看走。哎，对了，对，往我这侧顶，走。哎，对，抬坐。 嘿，好，走，哎，好，再来，嘿，往这边，啊，搂抱一起走，哎，好，走，嘿，啊，走，嘿，嘿，好啊，再一个，你记住啊，这个膝啊，在做顶的时候啊，往前正顶的时候啊，哎，这个路线不会变啊。 不要做出这个动作来，啊！不要做出这个动作来，啊！不要做出拐膝。
这叫拐，一会儿咱们还要讲。这个正顶就是正顶，就是正方向的啊，往直线方向正方向的顶了啊。再来一次啊，好，哎，好，走，哎，走，再来，哎，送胯，胯没送出来，没送出来啊，来送胯，哎，对了，好，再来，好，那边，走，走，哎，走。还有没有顶出来啊？刚才这两下没有，哎，好嘞，你没有送，没有送胯，刚才没做送胯，哎，哎，对，好，再来，走嘞，哎，往前送，哎，往前送，走，好，走，好，好，这个到这儿啊。下面我要介绍的是跳膝。什么叫跳膝？它跟正顶膝动作基本相同，只不过加了一个跳的动作，往上跳啊，跳起来的动作啊，这叫跳膝。正顶膝呢是原地啊或者垫步往上顶，跳顶膝是往前冲，在空中跳起，做跃步跳起的时候把这个顶膝做完啊，哎，这个技法呀，主要运用中什么地方呢？两个人在实战的时候啊，我把对方的头部搂住，啊，我想用我的膝撞击对方头部，采用的动作，这叫跳膝啊。我原地做两遍看一下啊，啊，嘿，啊，两个人实战，缠搏在一起，搂抱在一起，怎么办？我搂对方的双肩，我压不下去，我主要用我的双手搂着对方的后颈部，哎，用力往回落，然后跳起来啊，或者两个人在一定距离的时候，我跃步往前冲啊，跳起来冲的时候突然抓住对方的双颈啊，抓住对方的脖子，然后往下落啊，哎，嗨，这个力量比刚才我说那个顶膝的力量还要大得多啊，因为它有个助跑啊，有个往上冲的一个力量，这个力量比刚才那个动作那个力量还要大啊。但是它有个缺点什么呢？它的缺点有个欲动啊，哎，蹦起来跳起来啊，这个动作啊容易被对方识破，对方一看啊我要做这个，容易被对方防守啊，啊，它的缺点是啊，它的优点就是力量比顶膝力量还要大啊，还很容易给对方造成重创啊。下面再做两遍啊，啊，嘿，嘿，啊，空中跳起来把这动作完成啊，空中跳起来把这动作完成，好，侧面再做一次啊，跳起来，哎，嘿，啊，好，下面啊，由我跟学生做一下示范。啊，做的时候啊，啊，我们两个人练习的时候，我不敢啊，我怕对方受伤，我不敢把对方的头部、颈部往体内落，为什么呢？我要落的话，我收不住的话，很容易把对方的面部击中啊，我俩在做示范的时候对方一下就受伤了，这不能再排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我做一下，简单做一下动作，跳起来啊，哎，我俩距离远的时候，哎，我一个垫步跳起来，哎，冲上去啊，击打对方的啊面部鼻梁啊，然后啊我这手呢在做的过程中应该用力的往体前下方落啊，你这样落才能把这顶膝这个威力显示出来啊，你不往下落这头部，我做出一个膝跳膝啊有什么用啊，啊，只有把对方的脸
啊，落到这个位置，我跳膝，砰，击中对方的面部，才能给对方造成重创，啊，才能造成重创。好，再做一遍啊，跳膝啊，我不用跟对方缠抱着一起，我用远距离啊，跃步往前冲，搂着对方的头部、颈部往下裸，做出这个动作啊，哎啊，哎，痛啊，好。再来，哎，痛啊，这边，哎，痛啊，痛啊，好，啊，记住啊，在做跳膝的过程中啊，一定要做到什么呢？搂的时候手啊，要搂的要紧，你搂的不紧的话，往下落的时候，这手秃了啊，分开了，或者搂不住，这个动作做的就不完整，啊，只有把对方的头部搂住，啊，用力往下落，控制他，啊，让他随着我身体往下，啊，最后达到我起膝击打他的部位，这才是做的最好的，恰到好处啊，啊，恰到好处啊，哎，跳起来啊，跳起来，再一个。这个动作在这边跳膝啊，这个动作原地也可以做。为啥原地可以做呢？两个人搂抱在一起了，哎，我做这个动作跳膝就做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两个距离太近了，我只有做顶膝了。原地顶膝啊，顶对方裆啊，原地顶对方裆啊，哐顶裆啊，这可以。我要跳呢，就不好做了啊。主要原地啊，两个人搂抱在一起，我距离远，身体与对方的身体距离啊有一定距离，不能太远了，啊，哎，这时候我蹬地啊，原地蹬地也可以做跳起动作啊，蹬地痛啊，往上啊，同时我的手绕住对方的颈部，用力往下绕，啊，然后呢，我的膝原地蹬起来，弹。跳起来，啊，击打对方的鼻梁骨，啊，击打对方的鼻梁骨。好，下面是游志同学原地自己模仿做两遍。哎，再来。哎，好啊，下面啊，记住啊，在做的过程中啊，有两手往下裸这个动作要做出来，有这个意识啊。再开始啊，开始。好。走，好，这边再来，来，好，再来，好，那边推，右推，哎，跳起来，走，好，再来一次，好，过这边，好，下面。我给你围靶子，你体会一下做跳膝的动作，跳起来裸着我的颈啊，做一下动作，来开始，哎，好，再来，哎，好，记住啊，在裸我的颈的时候，尽量把我的头往下压，哎，这个膝才能准确无误的击打着我的脸部啊，哎，坐着往下拉啊。往下绕啊，这个意识一定要有啊，再做一下啊，好，走，哎，再来，好，再来，哎，记住啊，在做这个跳膝的时候啊，手裸蹬地顶啊，做跳顶这个动作啊，最好是同时完成啊，哎，哼，这个裸顶。这个动作要同时完成，不要分解，再裸再顶，这不好了啊！最好这两个动作啊，连裸带顶，这个动作要同时完成啊！上步跳起来，嘿，啊，这动作就完成了啊！不要再一裸二顶，这动作分解了啊！为啥要分解那块呢？啊，那时间不就长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要记住，裸的同时，我这膝。跳起来顶的时候
要跟裸的动作同时完成啊！再做一次，来，啊，那边，好，好，原地做两次，好，再来，好，这边，哎，好，再来，好，好，就到这儿。下面我介绍一下洗法中的内扣顶洗。什么叫内扣顶洗呢？啊，当对方向我进攻，或者我向对方进攻，或者是我两个人在缠抱着一起近距离的时候，我的洗不是正面顶，也不是跳顶了啊，从侧面啊向里啊顶啊，怎么的呢？把我的洗抬起来啊，扣。啊，往里内扣，啊，腿外展，啊，顶击对方的两肋，啊，看一下动作啊。主要是什么呢？两膝在顶动中，啊。顶击对方的肋部两侧，不是正向顶击了啊，是侧向顶击对方的侧向，啊，它的力点打哪儿呢？搭在膝部的膝尖处啊，因为这个地方都是骨头啊，非常硬啊。然后啊，起腿啊，起腿，转胯啊，往里扣啊，转胯往里扣。顶击对方的两肋啊啊，对，扣啊，扣横向的，不要做出什么呢？做出往里内拨不对啊，要往里扣啊，往里打啊，这时候洗呀、啊、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啊。看我再做两遍啊，哼，泰国人呢、啊，尤其是泰拳。啊，在使用中啊，这个洗法、啊、是常见的，啊，咱们中国武术也有这种洗法，啊，但是在散打中啊，咱们限制了它，因为它这个危伤性、杀伤力太大，很容易把运动员造成重创，啊，咱们这里头，今天咱们这里头介绍的时候，也着重的把这个洗法的重点介绍给大家，啊，看不着，嘿，嘿，嘿，啊。打击的时候要快速有力，收腿要快啊，转胯啊，转胯啊，转胯啊，力点要达到肘的肘尖部啊。好，我侧向给大家做一下啊，哎，嘿，嘿，嘿，啊，好，下面请看我跟学生做一下示范。横向啊，啊，好啊，过这边，看一下讲解啊，在做的时候啊，啊，身体稍微往右侧方侧一下身啊，然后起洗的时候啊，幅度啊要大一些啊，稍大一些，这个幅度大才能加入它的力量的大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就大了啊，这就大了啊，走啊，不要做是做这样式的啊，这就不对啊，看一下，再来啊。嘿，啊，好啊，你做了几遍？哎，好，再来。哎，你不要做出顶洗的动作，还是脚外侧。哎，脚要做出什么呀？看不着，外展脚。哎呀，你的脚要外展啊！哎，然后横向的，横向的击打我眼泪啊！再来，啊啊，哦，哎，对料，哦，对。哎，好，力度啊，你现在发的力啊，还是不是横向打出来的啊？你的力度还有点这儿，哎，斜，啊，因为怎么的呢？啊，脚呢，外脚啊，就这个脚，哎，有点往外，往外展，往外展。再来，再来，哎，对了，这事儿啊，脚往外展，不要脚这事儿这样横拨，你就是拨了，这叫拨洗，往里内拨了啊。哎，你要是。
顶啊，外展这个方向，走这个方向顶出去啊，看不着，这个方向顶着，横向顶出去，啊，他不好防，对方不好防，而且力量还大，啊，力量大。你如果这么走，这力量不大，啊，力量不大。哎，横向走啊，哎，这练了大啊，这一定要记住。好，再练两遍啊，哎，好，这比以前有进步。好，哎，来，哦，好，原地自己做两次。哎，好，冲镜子，速度快啊，哎，停一下，停一下啊，做的动作时啊，要求出腿要快，回来，马上回来啊，马上回来啊，出腿要快啊，这个顶的时候啊，往里内顶的时候要快啊，收腿回来的时候也要快啊，收腿回来也会快。好，照镜子做两次啊，好，还是有点慢啊，还是有点慢啊，嘿嘿啊，这个扭动的时候啊，腰部要用力啊，扭要有用腰捏啊，要有腰劲儿啊，这个腰劲儿要做出来啊，这腰劲儿要是扭腰做出这劲儿来，哎啊，不要用腿这个力量啊，用腿的力量是往往是不够的，把这个腰劲儿加上啊，嘿嘿啊，横向打啊，好，做两次看看，腰劲儿，腰劲儿啊，好啊，注意啊，腰劲儿的力度还没出来啊，还有这个腰。啊，再来，再来，好看一下我啊，看一下我啊，做的时候必须得腰劲呐，你看我这腰劲怎么能做出来啊？看，哎，嘿，嘿，啊，击打的时候啊，这膝部击打的时候要有爆发力啊，嘿，啊。不要黏，太黏啊，太黏，就是有一种力量往上冲的力量特别大啊，快去快回啊，快去快回，再来，好，那边好啊，记住啊，这个内关系啊，内顶洗回去还要多练习啊，这个劲儿必须掌握好，哎，啊，必须掌握好。啊，哎，这个劲儿必须掌握出来。你要不掌握这个劲儿，你到实战中是用不上，啊，对对方杀伤力也不够，啊，杀伤不灵，必须得做出来，嘿，啊，嘿，啊，这才有威力啊，这才有威力啊。好，再做两遍看一看。好，